全球有一个隆冬大厅的排名，原来的话云梯大厅是排了第三，623万立方米，现在它677万立方米，它一下子超过了云梯大厅，成为世界第三。提醒一下，这个677万立方米的大厅呢，洞顶的那个公路的厚度只有4米，形成溶洞的地方都是地质构造非常薄弱的地方，它上面这个公路的话就是潜在的危险性，崩塌的可能性就非常的大。希望地方政府可以重视一样把它保护，因为它现在那个茂溪东跟白东那里正在大搞建设嘛，很有可能造成这个公路的塌陷，引起一个地质的灾害，同时对地质以及景观的一个重大的破坏，因为它是世界地质公园嘛。